为了巧儿，值得。烧。这寒毒怎么越来越严重了呢？子午，你既然认得此毒，可有破解之法？我也记不清了，不敢妄言，万一有害无益，伤了钱儿，那可如何是好？哎呀，公主现在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还有什么情况比现在更糟的呀？我依稀记得灵谱祖师曾经说过，要炼不同的丹药，需要不同的天火，其中有一味天火叫真金火，但是要用万千黄金炼制而成，方可解寒毒且不伤躯体。万千黄金，可一时间我们上哪儿找那么多金子？我去求魔。哎，少主，金库一直由王后掌管，连守王都要不出一分钱，你怎么求他呀？等你求动他，公主恐怕就要没了。万金黄金，我有。哇，这太好了，这下有救了。可这里黄金虽丰，但要想炼成真金火，这库中所有金银，怕是会尽数焚烧。黄金数量太过庞大，我们还是就地焚烧比较方便。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得三人一起用法术加持，才能炼就至纯的真金火。夙夜辛劳，苦心经营方才累建出这栋黄金屋，现在就要付之于炬。山人峰巨载，我们挣钱大计，哎，有望了。醒醒啊！我们开始吧。为了巧儿，值得。烧。